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蔡哥。俗话说得好，有才华的人大家都喜欢，有菜花的人大家都不喜欢。没错，今天我们就要来展现我们的才华，我们要使用的是画画。Let's go。那首先画画很简单哈，我们要先准备一支笔、白纸。你在画之前，你要有故事性，你要去想你今天要画的是什么主题。你要先有故事，你的图画才有办法感动人。好，OK， 我想好了。画的是一个圈圈的感觉。那为什么我会想要画这个圈圈呢？因为我在画图的时候，我想到了雉鸡。那大家知道为什么我画圆圈的时候就会想到雉鸡吗？因为我只要画一个圆圈，就可以关一只雉鸡在里面。拜拜。OK， 那我们还是不希望把野生动物关起来，那我们就把雉鸡放生吧。雉鸡拜拜。